你哋喺出边等我，周生，我陪你入去。多谢先，上先生，郑小姐，呢度系圣洁嘅教堂，我唔相信喺度会发生暴力事件嘅。<笑>大家小心啲，未必可以寄人混入去。我信上帝，全能嘅父，创造天地嘅主。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差遣佢嘅独生子由圣灵受孕，并由圣女玛利亚所生，佢喺人间受难，并钉于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葬于阴间。 第三日死后复活，天上嘅父啊，我信可以得救，我信可得赦免，我信可得重生，我信永生。 大家一齐祈祷，但愿主能够了解我哋嘅心，并与我哋同在。 呢啲服装嘅设计好有新意，模特儿小姐嘅表演都好有魅力，你嘅服装喺国际市场畅销咧，呢啲系顺理成章嘅事嚟噶。<笑>老朋友啊，你呢次翻嚟大陆投资咧，你呢部几日行得好啱啊！系啊系啊，而家大陆嘅改变咧，一日比一日进步噶啦。系啊，政通人和啊嘛，我深深体会到呢一点嘅。今晚黑。 就正式签约，我系充满信心噶，老兄啊，今晚我哋呢个庆祝会咧，你一定要嚟参加啊！<笑>我一定会嚟嘅，请，唔该晒，系听咗佢 call。 好，我哋即刻翻嚟。有紧要情报啊，上下即刻翻公安厅啊！你哋睇，系香港 fans 嚟嘅相。吉儿，系吉儿佢啊！吉儿。
喂，我系啊。咁几时啊？好啦。收到最新嘅消息，周大龙俾佢老友接咗出去，啱啱离开咗佢住所。去咗边啊？听讲去咗华海时装公司参观，只系带咗贴身保镖啫。我哋即刻赶去。好。呢个周大龙啊，太过任性啦！而家我哋点算好？又要保护佢嘅安全，又要尽量唔好伤害吉儿啊！见步行步啦。轮到你出场啦，睇准个位啊！吓？点解会走咗个男人出嚟嘅？装几好啊！向咩看啊？前面撞车你咁行嘅咩？落车啊！咩事啊？佢撞到我咯！你撞我先噶嘛？你使个车撞我嘅，真系啊！发生咩事啊？你撞我嘅，边个唔啱啊？啊，警察先生啊，佢撞多架车啊！系佢撞我先噶，好。